旅人镇来了新的旅人，怎么又来了？他现在好像每次登录进去的时候都会出现那个旅人镇来了哪些人，所以他变得每天都可以解任务，所以害我来不及开场介绍，那所以来补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喵哈，超随便的。他们似乎正在苦恼着，旁边那个人长得也太奇怪了吧？他竟然没从我里面的人去挑。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人马来出发好了。啊，对哦，我们要先解完这边任务再去旅人镇看看好了。宝箱要先拿吗？好了，都拿，先拿好了。因为这个任务不解完，我们也没办法接下一个任务。发现宝箱，该不会这一趟从头到尾都没怪物吧？三张游戏券。宝箱不开，虽然我不知道之后他到底还有没有王这种东西啊，就只有宝箱，这条路也太无聊了吧！来点怪物嘛，我们有点缺各种东西呢。就这样过了一天，又平安的过去，感谢飞天小女警的刷毛毛。一黑小巴内，舒服的延迟呼吸。骑马攻击，出发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这应该就是我们接的任务要干嘛呢？还要往上，要往哪走？啊！蓝色蜥蜴人，延迟呼吸的行动。延迟呼吸感觉应该不会有新技能了吧？32，挂了。哇，这样我们应该没有办法接到三十级的任务哎，除非我们要带旧的角色。哇，砍的好像有点少了。快挂了，大家应该撑得住吧？喂！有人睡得很安稳。哦耶！25等，奇怪，他们当时推荐这条路线是25等，而且怪物确实，我们当时25等打起来应该也还好，所以真的应该是。装备应该也还行啊，就装备我记得我已经买了，这屁股很丑哎、欸，不要这样，它叫屁屁海鸥哎、欸，它已经不是鸡了。冰冻，吹啊！哎对了，不要浪费我的香蕉，砸粉罐一下。人家血蛮多的、欸，它有80哎、欸。哦，还行啦，他的攻击力，哎，可以啊，他们的攻击力是可以的，所以真的是因为防不够吗？衣服我记得应该已经买到最高了，所以真的是还是要多赚一点钱，想办法再充装备的部分，装备可能在这边还不太够，不然就是他们的能力值，可能能力值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个差别。我刚刚还以为一坨奇怪的东西，哦不，抓抓，感觉系统的猫很喜欢魔爪子，
极真呱呱，紫色的耶。哦，我都忘记他在生病了。有点在意，骑马攻击。沿着呼吸，最近怎么那么喜欢找大家？带着睡衣打扫，两个一样发型的人。哇，最近抽奖券的运气是不是不太好？哇，这个瓶子如果可以转到两个，我们就可以一个给蝴蝶人，一个给那个黑死猫了。可是几率有点低啊，但是是 S 券欸， S 券好像可以欸，只要不要 MP 糖就好，转一个看看。 S 券拿到了 S 券，双人旅行给谁啊？其实谁都无所谓，反正看不到画面。我想想看啊，目前他们两个的好感度好像偏低吧。看不到画面。七等，学会了帮忙。探望，再玩一次看看，看有没有机会转到众生品。好，我觉得没机会了，我们还是不要贪，等那个下一次范围比较大的时候好了。出发！要到了吗？红色惊叹号，竟然还要往上。现在都分好多次左右两条路哦。突然发现我们这一个画面是不是有三只猫啊？两只猫啦，因为现在一窝座不是猫。沿着呼吸的行动，我们要使用鼻息吹屁屁。嘿，百万火焰烧屁屁，法师真的很明显的力量很高哎。屁屁攻击，不要嘞。哦，这什么？好帅啊！我们的蜜莉好帅啊！所以他们用对技能的话，其实那个攻击力还是有的，但是他们防御实在太低了。感觉拿到一堆还不错的食物。继续冰屁屁。喵，偷食物，得到了屁屁咖喱。烧瓜牛啊！屁股攻击，臭臭！欸，他打一窝座有三十几耶，所以这里的怪确实会比较痛一点哦，所以有可能不是我们角色的问题，因为毕竟一窝座都已经三十二等了，还被打三十几耶！哇，真的要找一个赚钱之路来冲装备了啊！用毒物就够了，其实好像用一般攻击就够了。啊，竟然不够！完了，我攻击力竟然比他低，所以真的不是他们角色的问题，是这里怪物等级已经过高了，是不是？确实经验都蛮高的啦，但是还不够冲他们的等。卡鞋旅馆了，突
发事件，谁要生病了？我们家的蛇柱生病了，不，一黑小八呢？完蛋了，一黑生病了，但我只好把他抓去放到旁边了。他们好忙哦，找前任师傅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看那个前传的部分。原本这两个是一起修行吗？他模仿一窝座，你也变成鬼，对着炼狱讲吗？好烦哦，好烦躁哦。要找探探，在看哪里啊？蹭蹭，撞到头感觉很痛哎、欸，那个爪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多一个，为什么每次都是玄米跑过来啊？好可爱哦。睡在屁股了。对，我们这个科学家已经该给他的给他，我记得好像是衣服还没有到，然后吸血鬼的也都还没到，因为我就在等轮盘。可恶，轮盘该出现咯。长毛猫，长毛猫是比较高阶的衣服，但太难转到了，太小一个。哇，这个呱呱金闪闪的呢，防守哦，刚死掉了谁？你？哎，他防守136哎，他这样刚，所以他是血量不够吗？他血量确实比较低一点了。完了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HP 跟防守，感觉他防守还行啊，攻击力也很高，所以他是 HP 不足，攻击力。那我们要带上带他好了，因为吸血鬼的装还被冲起来啊。可是他落差了等级，差了25，差了2等，这该不会是打王吧？我们打得动吗？怎么办？要不要回去带好一点啊？算了算了，都带了，打不了，大不了就是拿撒粉罐拼命一点。哇！这个节奏到底哪来的？那一个人继续偷他的脸啊！我们的超魔王不是已经打败吗？震动人心啊！哇，猫咪，章鱼，外星人，他看起来可以做成章鱼烧。外星人，他脸是一个屁股。完了，他们的血量真的偏低耶！我真的觉得我要给他们撒粉罐了。八八八！哇，不该在这时候生的，应该锁一点血再生就可以补满血了。代替对方牺牲，不要哦，拜托，你们很容易牺牲掉哦。兴奋剂给战士，给猫咪，科学家就算了。哇，要把它打掉，太快了吧！我撒粉罐才刚撒呢。记得魔法使用蝙蝠龙卷风，去吧，228，忘我的状态，156哦，还不错哦，城市错误66，哇，不愧是兴奋剂，嗑药，OK， 再用一次蝙蝠龙卷风。守护只剩下一个，留给蝴蝶人哦，因为他等级最低。我来帮你吧。哦哦哦，还不错哦，大家的攻击力还行，撑得住。哦，电柱真不错啊！这什么？变老人了，他本来就是老人啊，一窝座年纪超大、啊。各种老人。
完蛋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有超强的杀本罐，交给杀本罐了，兴奋一下吧。既然没有效果，那不是完蛋了吗？我们来把它放到安全区看有没有效好了。啊，不想变老啊，我变老了，那打的力道啊，不变老了。喂，好可爱哦。休息中 ，OK， 会变年轻了，所以要把它这样交换一下。哎呀，它上面的眉毛是白色的，好可爱哦。完蛋了，我把一个主力放到那个休息区了，不兴奋了。好，准备好了，炸药，来看没有兴奋哦。他打了有快100，打法怪支援，哇，新角色真的比较忙一点嘞。守护罐剩一个，放在谁身上？啊，算了。OK， 老人家恢复了。他要干嘛？第一次喜欢行为靠着睡。这边有人在偷懒啊，该回来喽。啊，我们是打赢了。哦，所以其实还行嘛。虽然我是很想爽爽过，在旁边负责解说就好了。有好好努力呢，哇，清切经验呢，3500给蝴蝶忍，因为他等级最低，好像没加多少。喂，呼，变成怪物的脸之后。我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韵律啊，感觉会上瘾呢，还真是特别的体验，很开心哎，得到了铜剑，我没有很想要呢，送你啊。不想装备啦，不要装备啦，我们要按哪一个？这个算了。你感受到那节奏了吗？其实我刚刚应该把它卖了，虽然没多少钱，应该只有100多块吧。实现15位女人的请求，所以她应该是之前主线的有算进去。啊，小巴内斯要醒了没？啊，又要跑去吃东西了。带苹果回来，可爱。骑马攻击，哦，大圈的来了，应该是可以转的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法师增加，对，这个是高阶的。防守150，所以探探这边是150。让我们来看一下给蛇柱我们的小巴内会是多少。他生病的状况下应该可以给吧？没道理不能给啊！我塞在床头哦。可以耶，可以哇！他们差了21，防御差了21，是不是？刚刚是150嘛？对，差了21。所以在防守这一块真的还蛮麻烦的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地点可以疯狂打食物。我们来去旅人镇看看吧。哇，他们的好感度好悲剧哦。喂，游戏问答先生，上次的小妹。哇，都29等哎！我们现在看一下最新啊，我们是不是要跟他回个刃啊？可他已经把剑给我了。Oh yeah, let go. No. 哦，对啊，这个啦，是长得很奇怪的家伙。
爱吃的小恶魔，而且这名字好神秘哦。最初正的想要跟那只企鹅，我已经忘记那企鹅，那个企鹅不是情侣吗？哦，是食物哎，来跑腿一下吧。对啊，是情侣没错。哎，等一下，他是要给男的吗？呵呵，呈现一种叫做懒得念他们对话。是给男的没错哎，所以是哇哦，木头很困扰，不太喜欢。总之，他送了一个木头，害我期待了一下有什么新发展。他喜欢吗？哦，你说他在苦笑啊？看来我选错了呢。不过还是谢谢你哦。哇，得到一堆好东西！你到底为什么要送他木头啊？实现了他的请求，32等。不行，32等目前只有吸血鬼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接这个，应该会数掉。精灵那边呢？先等等，我们先接符合我们等级的任务吧。29等、26等，哇，好像只有问答先生跟26等这个，我们先接26吧。问答应该差不多的东西。嗯，日复一日都是沙拉，哎，竟然是这个一模一样的任务哎。他送的东西也一样吗？超级摩天大楼，哎，这不一样。上一次是跑火山，然后吃那个巧克力，甜甜的点心。哦，不一样哎，怎么又是巧克力啊？不一样的巧克力，特级石化巧克力，3个，反应不错，我们走吧。所以又要带大仙子小妹了，大仙子小妹出没频率好高哦。来看一下到底是在哪个地方，有没有增加新的路？有哎，有增加新的路哎。哎，它是传送到别的地方哎，好特别哦！稍微过去看一下，哇、哦，全新的地方哎，好酷哦！好，那我们下一集就来玩玩看这个大仙子小妹新开的摩天楼之路。没想到我们之前去过地图，还有往里面更深的地方可以继续走。那就先这样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拜拜。